首先呢是咱们的王丽丽女士，王丽丽女士是原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也是咱们这次 APEC 女性领袖峰会的联席主席，她目前呢仍担任工行的伦敦有限公司董事长和工行阿根廷有限公司董事长，而且她还曾任国际衍生与掉期交易协会董事、国际商会执行委员会成员、中国国际商会副会长等众多要职。掌声有请咱们的王行长。 下面一位嘉宾呢是宜信公司的高级副总裁吕海燕女士，吕女士呢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并且获得美国的 Fordham 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她曾经呢是职业外交官，在咱们的外交部，而且呢是专门负责国际领事条约谈判和。 和签订，并且呢，在96年派驻香港参加了香港回归的外交工作。他离开外交部以后呢，先后在保利和财讯都工作。11年加入了宜信，也就是世界上最大的 P2P 公司，那么也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一个互联网金融公司。他们不光给卖早点的摊主做信用评估，还给种土豆的村姑提供借款。他们。 据说是累计服务了超过100万个小微企业主，还有农户和学生。掌声有请吕海燕女士。下面呢是 Miss Elaine 中国建行的独立非执行董事。要知道，在中国现在外国在中国现在的外国人的中国通很多，但是呢，像她这样的外国女性金融通、中国通还真的挺少的。 她78年加入摩根士丹利的时候呢，是公司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交易员，而且98年离开华尔街到中金当老总的时候呢，当时已经是摩根士丹利的高管。她曾经帮公司的老大 John Mack， 约翰麦克，也就是响当当的一位华尔街人物，帮他做那个成本剪刀手，甚至呢让老大。 坐国内飞机呢，都是坐经济舱的。Elaine Roche 女士，08到2010年是任摩根大通中国证券的副主席。此后呢，她还曾任多家上市公司的高管。12年9月份呢，她开始出任建行的董事，现任中国也就是中金的高级顾问，还有 Marsh & McLennan 的独立非执行董事。她毕业于美国。 Georgetown 大学的外交学院，还曾经是美国前国防部长 拉姆斯菲尔德的助理。掌声有请 Elaine LaRoche。下面要为大家介绍呢，李晶 Jing Ulrich 女士，她是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兼亚太区副主席。她毕业于哈佛和斯坦福，当时呢在毕业以后呢就已经是掌管着10亿美元的基金。 工作呢是在华盛顿担任大中华区基金经理，是首批投资中国市场的基金经理之一。当时是92年，中国股市刚刚起步，而当时 H 股呢都还没有，而且呢，他曾连续3年被《财富》杂志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商界女强人50人之一，被《福布斯》评为全球100名最具影响力女性之一。 那么，他创办的中国投资年会每年都会吸引很多的全球来自全球的商业精英和政府领袖，而且呢，他也是一个非常注意健身的女性。他告诉我，他在全球的15个大酒店呢都有他的跑鞋，这样呢，他出去出差的时候呢就不需要带鞋了，因为他每天都要健身，而且呢，他的黑莓手机里面呢。 装着在几年前就装着15000个联络人，这个数字呢还在不断的增长。掌声有请 Miss Jing Ulrich 李晶女士。最后一位呢是 Shirley Chen 陈石油女士，她是中金嘉诚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也是中国中金的董事总经理，她有非常丰富的投融资经验，目前管理着150亿元的资金。 在2003年加入中金之前呢，他是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投行部的董事，在纽约总部和香港的投资银行部工作了8年。
她拥有耶鲁大学的商业管理硕士学位，武汉大学的国际经济法硕士和国际法学士学位。 这里有一个小故事，就是为什么陈女士当时要学国际法呢？是因为她从小就有个梦想，她要做一个国际大法官，好为中国打官司。但是后来呢，因为一系列的阴差阳错，然后呢，进入了投资银行这个行业。掌声有请陈氏游女士。 那么首先呢，我想，咱们今天的这个主要的一个问题呢，是讲中国的金融业。那么大家也知道，这个 P2P 也好啊，互联网金融也好，现在都炒得很热。那么，我就想问一下，首先问一下吕女士啊，因为您是这方面，可能是这个宜信是做的最早的。那么你们怎么看互联网金融对于中国的实体经济带来的影响？谢谢主持人。 那我就首先发言哈，我们公司呢跟在座的几位相比的话呢，宜信公司是一个特别年轻的公司，到今年的五月份呢，我们是刚刚庆祝完我们八岁的生日。那么在八年前呢，互联网金融这样的一个词儿在中国是还没有的，那个时候我们为什么会要想到 P2P 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帮助这个中国的高成长性人群呢？那个时候是因为这个中国的大学生毕业就失业。 没有这样的很好的一个很多的机会，让他们去通过这个在培训的方式获得他们喜欢的工作，尤其是这个里面有这个8000到10000的这样的一个资金门槛，拦住了这些非常有信用价值的大学生。那么在宜信公司呢，在八年前呢，最早的话呢，就是通过这个帮助大学生，通过这个获得小额的借款，来获得一份更好的工作，是这样的一种。 方式呢，把他们的这样的求职的梦想变为可能。那么在过去的八年当中呢，我们积累了大量的客户的数据，一共呢帮扶了100多万个小微企业主，经济上活跃的农户，还有这个大学生群体，使他们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那在这样一个数据的积累过程当中呢，我们自己非常独特的信用评估体系和贷后风险控制体系得以发展。 那到现在的话呢，我们已经开发出一系列宜信独有的这样的信用评估的技术，使得他们在短时间内能够使这样的一种资金帮扶获得可能。那这样一个资金有多小呢？在农村的话，平均一个农户获得帮扶的这个资金是8000到10000左右。那在城市呢，也是3万到5万左右。所以这个数额非常小，虽然小呢，但是它很美。为什么呢？因为市场特别大。 中国有5万人在央行是没有信用记录的，也就是没有个人的信用记录报告，那么在农村呢，高这个经济上活跃的农户加上城市的6000万小微企业主，在中国是一个庞大的5亿到6亿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所以呢，虽然我们过往8年有非常好的这样的实践，但是我们只服务了100万个客户，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所以呢，我们有信心。 在成为世界最大的互联网金融P2P的公司的这样的一个路上走得更远，走得更好。谢谢大家。谢谢林女士。那么下面我想问一下王行长，就是有很多人可能都认为啊，就是互联网金融会对传统所谓的传统金融、传统银行业产生冲击，您怎么看？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有一点点小敏感，从。 应该是从2012年吧，就是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的优势这个问题的争论，我觉得已经从理论界已经，大家看到啊，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具体的一些个金融业务部门。我想，说的非常的准确呢，3分钟可能不够，所以我就想尽量的用通俗的语言讲讲我自己的看法。 这个也不代表工商银行，一个呢就是我在想，对中国的商业银行来讲，走了这么长的改革的这个过程，实际上现在的这个经营转型呢，应该是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那么经营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利用互联网技术。我们讲互联网技术，其实它的。 比较完全的说法应该是互联网技术，加移动支付加大数据，的设计。
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这个商业银行面临的这个挑战是非常巨大的。从这个互联网金融蓬勃发展的这两年来讲呢，我个人觉得啊，应该是各有利弊吧。一个呢就是从互联网金融的它在金融这个行业它最基础的作用发挥方面，比如说它的在这个资金的空间再匹配方面，它真的是具有非常强的优势。因为它可以借助电商平台还有支付平台，让这个资金的这个空间再匹配的效率得到了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显著的提升。而且呢，它的这个网络平台的通用性啊，它的产品的亲民性，还有它低成本的试错这个创新，我觉得都比传统银行有优势，实事求是的来讲。那么在资金的时间在匹配方面，我个人觉得啊，不一定对，这个应该讲商业银行有更多的优势。那么在风险控制、资本积累、大客户基础等等方面的实力，互联网金融在很短的时间内是没有办法来复制的。那么我这两天呢，我根据这个呢，我大概的做了一个细分析啊，跟大家分享几点。一个呢，就是所谓的细分析呢，就是说这两个金融主体如果业务发生了交叉，实际上是在这个商业银行的业务重心下移，已经和互联网金融这个产生了这个交叉领域。那么真的是在这些个交叉领域发生竞争的话，会出现什么事情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推演。我看了一下这个交叉的这个领域，也就是说竞争的核心是在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互联网平台，一个是网上支付，一个是标准化的金融产品，还有一个是小微这个企业融资。我们上一轮的讨论好像是涉及小微企业啊，大家都挺感兴趣的啊。我已经听这个主持人跟我讲了。 OK， 那么在这个互联网平台呢，竞争的是信息权；在网上支付方面呢，实际上是银行的存款和这个理财市场份额；标准化的金融产品同二；那么小微企业的贷款实际上也是这个一个叫做解决贷大贷长和如何符合中央的这个叫做普惠金融方向的这方面的这个竞争。那么经过一个推演呢，这个有意思的方面呢是这样啊，如果互联网企业获得银行牌照，因为对互联网企业来讲，包括主要是 P2P 了，就是它的资金来源是非常不稳定的，如果它获得了真实的牌照，它就成了一个真正的商业银行，那么它的政策红利就会完全消失，也就是它的低成本啊它的这个资金叫做现金流的充足啊，它会遇到很大的问题。 OK， 支付机构如果获得信用卡的发放，它现在是虚拟卡是吧，我们那些是支付宝啊等等的吧，它没有支卡的这个流程，所以它成本是非常低的，效率非常高，但是它只能和它的特定的电商企业这个平台上来用啊。那么如果是实物的信用卡能够给他一个授权的话，他就可以实现一点这个认证线上线下通行，这个将来是一个非常大的发展潜力。我这个不敢设想啊，我觉得这个应该讲对于商业银行和这个还有一个就是银联吧，对这个同业的这个竞争那应该是非常颠覆性的。第三个啊，这个咱们推演了，就是比如说现在的网络支付机构，如果它能够获得全民信用的话，也就是获得银行类的这个信用的话，它能够进入大额支付，进入大额支付，它就能够进入在企业间的代收付、企业现金管理、国际结算等等等等。那么在这方面呢，它会对这个现有的这个商业银行的业务呢，可能会形成一定的竞争。在这方面，商业银行最大的一个怎么讲呢，竞争弱势呢，就是
跨行资金管理无法实现。网络银行在设计的一开始，它就是基于跨行，所以这方面呢，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应该还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好，很多专家都讲，这个互联网企业最大的风险是它的对产品的风险定价能力。可是我觉得，如果这个互联网企业能够招聘啊这样的人才，甚至收购一个商业银行，其实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啊，而且它还可以利用它的网络和大数据啊，这个叫 big data。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监管，如果监管把它纳入这个认可的范畴 ，OK， 那么它对中小企业和对这个投资人来讲，都会消除一些个观望的这个这种状况，对这个互联网金融，特别是 P2P 的这个网贷呢，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个我最后的一点看法呢，就是我不大赞成网络上讲的互联网金融对传统的金融企业是一个颠覆甚至是一个取代。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拭目而待。我的想法呢，就是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取代。那么能够对行业和市场带来革命性的商业模式创新的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和传统产业有效结合的时候才能够实现。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市场经济下竞争是常态啊，任何良性的竞争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这个一个动力。大概讲这么几点吧，就是我忽略了就是商业银行应该做什么，但是我想可能大家关心的不是这个，这是商业银行更关心的问题。谢谢。Jing, you talk to global clients about China's banking industry. What are you telling them in terms of earnings outlook, in terms of asset quality, in terms of perhaps competition or cooperation with internet finance companies?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I think I'm going to speak in English since you asked a question in English. I'll keep Elaine company. I think everyone here is fairly fluent and conversant in English. You know, you asked a very broad question, Lei, about the overall outlook for the Chinese financial sector. And also importantly, the topic of discussion on this panel, one of them, is internet finance and traditional banking. So I just want to put things in context. The Chinese financial sector has really made great advances in the last 10 years. Many of the top banks in China are now publicly listed in Hong Kong, in Shanghai, and also some in New York. So if you look at the top 10 banks in the world, actually three of them are in China. In terms of assets, in terms of profitability, Chinese banks are actually the largest in the world. So if you look at ICBC, which is represented here on the panel by Madam Wang, it's a top bank in the world in terms of assets. In addition, Chinese banks also are extremely profitable. Their return on equity is around 25%, while Western banks perhaps have return on equity of 12% or 10%. However, the Chinese banking sector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the West. The business model is actually quite simple. Chinese banks take deposits and they make loans. About 75% of their profits actually come from what's called the interest spread, right? You take deposits, you give the customers some interest, but in turn, you lend that money out to corporates, to individuals, and then you make a pretty substantial margin. That's why ICBC and the Construction Bank, those two banks, rank among the most profitable banks in the world. So it's a tremendous achievement from years ago when these banks were saddled in lots of non-performing loans. So things have improved a lot. But going forward, we see a lot of reforms coming up in the Chinese banking sector. For example,
We see more liberalization on interest rates. Everyone knows if you're a depositor in the Chinese banking system, you really don't earn a lot of interest. So that's why you have a proliferation of internet-related investment products. Everyone now puts their money with some of these new emerging products created by these internet giants. That's a reflection of the retail investors' interest in getting higher payment, higher interest every month from their investments. So gradually, I would say in the next 2 years, we're expecting some kind of interest rate liberalization, especially on deposit rates. And in addition, as the traditional banking sector evolves, we know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the financial sector must serve the real economy. So in that regard, I think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very supportive of the banking sector making loans not just to large state-owned companies, but also to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giving more support to private companies as well. So as the economy slows down, we want to have more growth drivers for the overall economic growth picture. So therefore, large banks such as ICBC and CCB are now beginning to disburse more loans to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fter all, the SMEs really account for a large share of the overall economy, and they need the support from the banking sector. So what we're telling our global clients is that they need to have a realistic view of the Chinese financial sector. They're very profitable, reforms are ongoing, but the financial sector is also affected by what's happening in the real economy. For example, the housing slowdown will definitely affect the banking sector. The proliferation of shadow banking products may result in higher non-performing loans. So you need to look at the positives, you also need to look at the risks. So that's essentially what we're advising our global clients. But at the current juncture, Chinese banks are actually quite inexpensive in terms of their valuation. They're trading at a big discount to Western banks. So perhaps there's an opportunity here to invest in some of the Chinese banking shares. I think the long-term outlook is definitely very positive. Thanks for that, Jing. Elaine, you basically work in New York, but you come here for board meetings for CCB. How do you contrast what US investors or analysts are saying about the Chinese banking industry versus what you see here on the ground? Well, let me take a step back, if you will, before I answer that question, and talk about this concept of internet finance. Because first, I'd like to sort of challenge some basic assumptions. First of all, I don't think it's revolutionary. I think it's evolutionary. It's really a change in channel or platform. And I do think that it will impact, over time, the profitability of the Chinese banks if they don't adapt. The second thing that I think we've got to remember is that internet finance does not change the underpinnings or the requirements of any strong or sound financial system. And the financial system, I think, has three or four hallmarks, and these are global. You need to have financial literacy. You need individuals to understand the products, the players, the intermediaries, the channels, and the regulators. You need to have an understanding of risk, risk that investors are willing to take, creditworthiness of the borrowers to repay, and the ability of the lenders to lend or guarantee. So you need to think about this when you get involved in new channels, et cetera. And the third most important point is trust, transparency, and integrity in the channel among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legal and regulatory framework. The lesson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are really universal. It's not enough to understand the risks of a specific product. There were very, very sophisticated computer models that evaluated all the products and services in some of the developed markets. But none of them evaluated the links or the linkages between these and how, with the proliferation of these products, the risk was increased exponentially.
And why do I raise that with respect to internet finance? Because if we look at the landscape today, there are a lot of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at are being offered, but I don't think that there's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what backs up some of these products, what would happen if there was a lack of liquidity or an inability to access markets. No models dur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were able to forecast the lack of liquidity when access to normal markets dried up. Understanding risk is not enough. Understanding how markets work and how all the moving parts interact is critical. Technology does not remove this risk, and in some cases may only increase it. So finally, as a cautionary note and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and as we talk about what APEC and women can do, financial literacy, I think we've all agreed that education is a basic human right for all women around the world. Financial literacy in that education is also critical. It's especially critical because, as you well know, in many market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the women that control the purse strings. Technology can increase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and the access to information. What technology cannot do is assure you that the information it is giving you is accurate, transparent, or honest. So some things you need to think about. In cultures where there is no trust in strangers, technology channels does not bridge this gap. Human judgment is necessary even in a highly technology-based financial system. Technology does not replace judgment. Regulators around the world are always going to be behind the curve. So when investors or outside of China look at Chinese banks, and as Jing said, they have a relatively simplistic model to date, their view is that with interest rate liberalization in China, that it will have an impact on the profitability. Many investors view Chinese banks and bank stocks as a proxy for the health and investing in China, and as the easiest way, since not all global investors can invest directly in China, so they are a proxy for that market. So I think Jing's comments were on the mark when she said that they trade at a discount to global banks, and they are among the best performing and profitable in the world, but the sphere in which they operate is not as open, and there will be challenges in the years ahead. Thanks for that, Elaine. 那么陈女士，我想问一下，从一个投资的角度上来讲，这个中金是怎么看，或者说中金嘉诚是怎么看互联网金融的，或者看中国金融业的？ ，我觉得这个互联网的技术自从20世纪从美国。 诞生以来呢，对整个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影响，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一个技术，最伟大的一个技术的浪潮。那它给金融带来的机会和冲击，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革命。互联网金融呢，我觉得在中国呢，尤其的这个重要。 那我们可以看到，互联网金融现在有很多的形式发展得特别蓬勃啊，像比如说这个支付宝啊这些第三方支付的这个媒介啊的出现，给传统的银行造成了非常大的这个冲击，还有在信贷这个领域呢，比如说像 P2B 啊众筹啊这些。 都是也是规模非常的这个大，现在大概有1200家 P2P 的公司，已经这个贷款余额已经超过1000亿了，而且这个发展速度都是非常快的，可能是以5-6%的速度每年在这样的增长，这个而且在这个理财方面呢，比如大家都很知道前一段这个余额宝从。
本来就没怎么听说过的，突然就变成了一个超过千亿的，现在已经是六千亿的最大的货币基金之一了。那这些发展呢，我觉得都是可喜可贺的。这些发展为什么会出来呢？我觉得首先呢，就是说中国的现在这个金融环境里，大家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中小微企业没有得到很好的服务，可能有七八千家千万家这种中小微的企业，他们有很大的需求，但是传统的银行大家都知道主要是服务国有企业、政府的这些融资平台和的这个比较大型的客户，所以呢这个中小微企业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那加上现在经济呢在下滑的情况下，很多企业都有融资的这个困难，尤其是中小微企业。虽然政府呢一再在强调说给中小微企业一些资助，但是实际上呢银行由于他们的机构实在太庞大了，成本也非常高，所以很难对这个中小微企业有很好的服务，尤其是在创新上是非常不足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有市场有非常大的需求，同时在这个监管上呢，也正好新的一届政府呢强调简政放权，不希望有更多的这个监管，希望让市场的声音说话。所以呢在对这个监管上对这些互联网金融采取了是先看一看但是支持扶持的一个态度，因此在监管上是比较放松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监管的环境。你比如说像这些中小贷的这些公司要求的这些资本金的要求啊，放大比例1.5到2.5倍啊，这个 P2P 公司是没有的，还有这些地域的限制也是没有的，反正很多关于这个银行的这些限制呢，这些都还是没有的。但是这个不等于永远没有，因为现在监管看来还是没有出台这些具体的政策，还要等一等看一看。所以我觉得呢，现在这个时机对于互联网金融的公司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应该趁这个时候赶快做大做强，这样呢才能够在市场上有更强的一个声音。因为互联网金融确实是一个普惠的、更民主的、更广泛的一个这个媒介，它服务了很多银行不服务的这个终端，从客户端也好，从投资者方也好，都服务了。像刚才易兴的老总说，他们这个平均这些贷款的金额8000到10000，你到银行去想也不用想，银行肯定不做的。所以呢，这个就是在更广泛的这个客户群得到了服务和扩大。同时呢，这个年轻的一代我们也都知道，年轻的这些80后90后这些00后的孩子们，现在都是以互联网移动为这个过日子的啊。所以呢，这个将来这个行业还是有巨大的发展，所以我们其实是非常看好这个行业的。因此呢，我们也专门还成立了一个互联网金融的基金，正在这个募集之中，首期快募集成功了，专门投互联网金融的这个公司。那我就想说一句，对于传统银行业呢，我觉得我同意这个王行长的意见，这个互联网金融其实根本就不可能取代传统的银行，传统银行永远会存在的。传统银行做的这些大的企业的客户的这些贷款啊，这些事情呢，这个互联网金融其实是做不了的。我觉得他们服务的是不同的，至少目前服务的是不同的客户，不同的产品，所以这个主流呢还是在这个传统银行上。你比如说互联网金融现在 P2P 也就是1000亿的贷款，那这个在传统银行里根本就是小的不能再小了。而且呢，你像余额宝也就是6000亿，那现在这个传统银行里有100万亿的存款，根本也是小的不能再小了，所以呢还是不能取代的。但是呢，它的这个出现确实给银行界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压力。我们就在这个余额宝出现以后都接到好几家银行的电话，说能不能跟你合作，我们做一些
创新的产品，创新的这个东西，理财的服务的东西。我说为什么？他说哎呀，没办法，说一看看余额宝给这么高的利息，那意味着我们的存款的利息也要提高。我们的存款利息要提高的话，我们现在的这个结构根本不可能承担这么高的利息，所以我们必须创新，我们要跟你们合作，创造一些新的产品出来，提高我们的收益率。我们不能光靠这个利差了，这个利差以后就不够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互联网金融对银行的改革，这个逼着他们改变自己的经营的模式、盈利的模式、服务的模式，是一个很好的促进的作用。那么吕女士，您有没有担心，就如果这个互联网金融受到更多的监管了以后，你们会慢慢的一些你们的优势会被削弱，或者你们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工作？从监管的角度上来说呢，事实上我们现在是被监管的。那么在今年早些的时候呢，央行已经明确了，在互联网金融 P2P 这个领域来说呢，是受银监会监管的。那么具体的是监管的措施是什么呢？我们也在跟监管部门在密切的汇报和沟通。因为我们过往的8年的实践当中呢，在每一个阶段会有什么样的风险？这样的风险主要是面向投资人而言的。投资人如何选择合适的平台？那平台如何能够把控好这个借款人他能还钱？这样的一个风险呢，是监管层最为关注的。就像大家刚才所探讨的一样，我们的确也承认，虽然我们是这个上涨势头非常好的互联网金融 P2P 公司，但我们也自己也不觉得我们要颠覆传统的银行。对，因为我们完全是服务不同的客户群体。金融呢，其实说到底的话，它是每个人都应该享有的权利。通过这样的一个工具，他可以过上他想要的生活，梦想的生活。那么就简单来说哈，拿这个中国6000万小微企业主来说，他们创造了超过80%的这样的就业岗位，但是呢，他们有70%的这样的融资需求是没有办法在传统银行这样的一个体系里面去满足的。我觉得这个不能怪传统的银行，因为他们的确是主要是有这个他们需要服务的大的客户。那么剩下来的这个没有被满足的70%的需求，就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互联网金融这个 P2B 也好，第三方支付也好，或者是众筹也好，我认为呢，他们都是普惠金融的组成的一个部分。这样的一个组成呢，最终是要解决这个没有被满足的一个需求。那么如果谈到说这个传统的银行和互联网金融的从业的机构有什么不一样的话，那我觉得大家都在一起，等于是让我们的客户以不同的方式，很个性化的方式被服务好。我觉得这是传统银行也好，互联网金融机构也好，共同的目的。那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比如说我们想服务这个深山深处的我们自己的这个农户，那么很难想象说银行的一位这个人员翻山越岭走4-5个小时去为他提供一个很小额的8000到10000的借款。那这样的事情呢，我觉得就可以交给互联网金融机构他们来做。他们可以创造的使用这种比较先进的这种各种各样大数据技术通过手机，通过移动互联网等各种各样的方式，把这些小额的客户服务好。我觉得大家各司其职，共同的使我们这个市场能够以客户为中心的个性化的去提供服务。刚才说的，我说的是服务客户这一方面。那么在信用评估方面的话呢，8000到10000的这样的一个借款，在城市里面3到5万的这样的一个借款它采用的信用评估的方式跟传统的银行也是不太一样的。那么传统的银行呢，主要是依赖于这个个人的信用报告和财务数据。那我们呢，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客户授权的授权给我们的他在互联网上的社交的数据，比如说他在微信里面的朋友圈啊，他在 QQ 群里面的朋友圈啊，还有他在各大电商网站上他授权我们可以使用的这些数据。这些数据呢，所有的加在一起大概是10000000个维度这样的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维度，能够使我们这样的互联网金融的机构呢，能够在短时间内判断出这个人是不是有信用，他是不是有还款的意愿和还款的能力。那这样的一种评估技术的方式呢，是和传统银行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我也同意说大家互为补充。
银行呢更像这个主干道，我们更像是毛细血管，大家一起把这个中国的普惠金融市场把它活跃起来，把它服务好。我想啊，不光是传统金融机构，还是互联网机构。互联网金融机构他们都面临着一个问题，在中国就是金融改革。我想听听王行长对于这个中国金融改革方向的一些看法。这个我刚才听了这个讨论，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这个我刚才就在想，工商银行现在的这个对于中小企业的贷款现在是占比大概占了所有贷款的已经接近三分之一，但是还是不能够满足我们国家中小企业的这个融资的这个需求，到底是什么问题？我个人觉得呢，应该是我们的金融系统有一定的缺陷。那么，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商业银行的这个资金来源，它的成本怎么才能够降低到中小企业能够接受？同时呢，我们可以用低成本的服务。还能保证我们自己有盈利来为中小企业服务。我想了一下，这个可能有些个地方真的是做不到。比如说一个正规的商业银行，它必须要有资本充足率，是吧？这个金融危机之后，这个国际监管全都在加强，还要有存贷比还要有一些个这个叫做风险储备金等等，这些全是监管对维护中国的金融市场的稳定和这个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产生所采取的一些个必要的一些个手段吧。我刚才就想起来一件事情啊，我们国家的金融企业要为中国的金融服务，那么要为中国的经济服务，其实大家确实应该有一个分工，比如说对特定的人群，对特定的一些个区域特定的产品，确实是需要有一个补充的机制。我想起来好多年以前啊，那个时候我在中国银行做信贷管理部的总经理，那时候大家讲王总啊，说你现在是中国银行的整个所有的贷款，你是一支笔在这批。我说你们不知道我有多大的压力。有一次。我们国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企业是涉及到国家的核工业我们要这个强壮我们国家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军事啊保卫力量啊都离不开，他就来要求贷款。我说你这个贷款没有抵押，我真的没有办法给你贷，谈了好多次，最后他跟我说要不这样吧，我把我们在美国发射的这个一星抵押给你。我就想了半天，我说这个东西这个价值怎么能够实现啊？我在想很多年以前的这么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国家还是需要有一个基本稳定的金融市场。说白了，国有企业员工也是我们的中国老百姓嘛，对吧？那么回过头来讲啊，刚才大家谈到了这个中小企业融资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呢，中小企业融资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解决我们国家90%的就业问题，这个对社会稳定绝对是一个 number one 的一个课题。 OK， 那么讲到这个互联网金融，我觉得它最大的贡献是两点，一个呢就是推动了直接融资的快速增长，这个对这个调整中国的金融结构具有十分或者讲万分重要的意义。第二个是推动了普惠金融在中国的发展，这一点是国有的大型的银行也可能在短期内是做不到的。那么普惠金融呢，它解决的就是我们经常谈的啊，叫做调整经济结构，建立一个有效的和全方位的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我觉得这个有点像过去我们讲共产主义啊，非常的向往。我觉得如果真能实现这个金融体系，也是我们多年来的一个愿望能够实现。这个互联网金融或者讲这个网贷啊，特别是以 P2P 为代表的这些个企业呢，我都赞成这个刚才这个几个这个嘉宾谈的，对我们来说现在是一个绝好的发展的一个机遇。但是我个人感到经过了前期的快速发展之后，现在已经开始进入一个调整
的时期。啊，为什么要调整？这个我感到呢，这个因为前一段是应该是叫做试错创新啊，我非常的乐见啊，它能够分担传统金融的一些个压力啊。如果这个企业发这个行业发展起来，那今后你们就不要说中国经济这个增长速度慢了，都是因为你们贷款这个不足。OK， 那个时候大家都要承担责任啊。那么讲到这个，我刚才讲到这个，为什么是调整期呢？因为这个 P2P 这个我看了一下，最近所有的这个信息翻过来之后，感到这个叫 transparency 啊还是不行，找不到感觉。我能找到感觉就是我们这个美国的这两大机构啊，这个 Lending Club 还有这 Prosper。它的这个 NPL 都在30%左右，我看了这个我真的是很害怕。我原来就是搞这个不良贷款的啊，批了贷款、核销贷款，真的是像噩梦一般。我觉得我们中国要发展这个网贷，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方向。那么现在这个刚才几个嘉宾谈到这个监管缺失的问题，也是下一步金融改革必须要注意的问题。那个我觉得问题很多，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 P2P 的这个这些个公司要度过这个难关，经过大浪淘沙，能够成为优胜劣汰的最后剩下的那这些个好的企业的话，必须要解决担保的问题。如果你把自己变成了这个自保自贷，或者是这个提供担保，把自己的信用放进去了，那你就是银行。整顿之后，你没有资本充足率，没有这些个政策红利了，你的资本来源就成了问题。加上现在商业银行现在已经开始在发行 CD 而且对这个同业存款 P2P 的主要的来源就是同业存款，现在在商业银行同业存款是不计入存贷比的这种变化我觉得在未来很快大家就会看到它的一些个后果。所以呢这个在对 P2P 的发展方面呢，我是觉得一个呢是要这个肯定它在两大方面，我刚才讲的普惠金融这个和这个直接融资方面对我们做出的贡献，同时呢作为个体的这些公司可能要面对这个优胜劣汰的这个第二个调整期。这个关于金融改革呢其实是蛮有意思的，这个我刚才这个进来之前我跟程雷讲，我说你要是问我这个关于金融改革的这个问题呢，我就觉得特别兴奋。我就觉得如果让我看10年以后的中国的这个金融市场的这个态势哈，我脑子里一个这个 picture， 我觉得我就特别的期待这个。但是我不代表任何机构，不代表工商银行，说错了反正你们也不会说我是吧。所以我就敞开讲啊，我遇见了一个这么一个画面，我大概的跟大家概括一下啊。一个呢就是这个在10年的时间内啊，我们会要解决我们现在的四个问题。一个是金融体系功能这个失调的问题，就是对小微企业和这个叫做这个轻资产服务企业农业支持不足会得到改变。第二个呢就是结构失衡，就是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比例问题。那么第三个呢是这个必须要这个解决，而且我们也可以解决的，就是说国有股一股独大。现在国有商业银行的等于国有股份占比大概在70%左右吧，除了差不多54%是咱们国家财政部，还有大概有7%-10%吧是国有企业。我们现在要想这个多贷款或者做大我们的资产负债方的话，我们要这个需要资本金，但是财政部他就没有办法来注资。其实我们也很期待。那么第四个呢，就是监管这个目标缺失，要从这个监管金融机构这个转向保护金融消费者。那么这四个方面如果能解决的话，我中国的金融市场应该是一个特别可观的或者在国际上可能会成为一个最大，我不能说最健康吧，最蓬勃发展的一个金融机构。那么这里边呢，这个按照我们的时间表啊，我综合了一下监管当局的目标，实际上这个目标呢，就是我们的三中全会还有这个下一个金融改革的5年计划。一个呢，就是在3年内完成利率市场化。
为什么我们在网上看有些个银行的行长讲，互联网金融算什么？利率市场化才是对商业银行最大的挑战。其实我特别的赞成这句话，这个对金融，对这个商业银行来讲，生死存亡的是利率市场化，而且这个问题要在三年内我们必须要做好准备。这个会涉及到所有的资产的这个定价，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五年之内要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也就是说，除了其他的我们讲的人民币汇率之外，十年之内我们的目标是人民币要成为国际上的主要的结算和投资计价货币。这个方面对我们不论是哪个商业银行，对投资银行，那都是一个绝大的发展空间啊。这里边我觉得提供的机遇，那就是不是能够用很小的百分比能够量化的，而且对外商来讲，就是意味着 QF QD 都会放开。其次呢，就是我们的资本市场的完善。那么现在的计划是，除了主板、中小板、创业板，还会有一个国际版，所以这里边的机遇有多大？我觉得我们在座的都是，基本上大多数吧，都是从事 business 啊，应该大家能够一下子就能够想象这意味的是什么。那么在这个监管方面呢，我们都知道，刚才谈到了这个网贷啊，很多监管呢是缺失的。那么这个未来呢，这个缺失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三个监管机构呢，不知道由谁来的，因为它涉及的可能这个都有。那么在下一步呢，可能会这个进行一场梳理。通过这个整个的这个预测呢，就是我们金融改革呢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动作。因为国家对金融也有要求，比如说，我们现在谈到了啊，这个十八大谈到的是到2020年，当然差不多是十年吧，这 GDP 这个的和这个城乡居民的收入要翻一番。如果我们假设这个十年中国的 GDP 的这个平均的这个平减指数是4的话，也就剔除了通胀的这个因素啊，那么到这个2020年呢 ，GDP 可以达到118亿。OK， 我现在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十二五”规划的金融改革也提出来，金融增加值要保持在5%。按照这个测算，十年之后实际上能够达到，还达不到日本和美国在1990年的水平呢。如果进行一个人为的调整的话，大概也就是在6.5%左右。所以可以看出来，国家或者讲我们的中央政府对金融的发展是给予了足够的重视的。那么也就可以看到，在按照这个来讲呢，就是未来的十年大概通货膨胀啊会在一个温和高水平的一个这么一个状态，大家将来都可能会看到。也就是说，货币政策会是中性的，这个货币投放11%左右。如果按照这个的话，中小企业融资是不是能满足呢？我觉得就很难讲了。所以这个互联网金融还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且呢，这个人民币汇率我个人感觉已经基本上接近均衡了，我不知道其他的这个金融家怎么看这个问题啊。那么外汇占款这个下降之后，我们的这个金融投放我觉得啊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压力了。因为现在的这个怎么讲呢，这个大家觉得，我不知道专业可能比较理解，实际上就是外汇占款啊在里边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那么我们如果到那个时候进入这个叫做高收入国家啊，如果我们真的是翻了之后，真的是就进入了高收入国家，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最大的金融市场是什么？是债券市场啊。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你现在是做什么，在哪个行业在经营自己的事业，可能都不能忽略这个问题。而且呢，就是将来我们的这个私人债券、金融债券和这个企业债券都会占，我觉得是差不多一个相同的比重。那么在这个大的这个 picture 的这个下面呢，
我们所有的企业，不光是商业银行，所有的这个实业企业等等的中小微企业，都要给自己制定一个怎么讲呢？三五年的发展战略吧。这样的话呢，你才可能会更好的应对。我感觉在今年年底啊，可能就会有一批新的金融监管政策出台。我们拭目以待。下面请大家有问题的可以举手，因为我们时间已经不多了。那位后面那位戴眼镜的先生，请把问题控制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很高兴能参加这个会啊，而且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我就不说我的观点了，因为宜信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公司，我们也在研究这个相关的一些话题。那么曾经互联网上有人说，这宜信可能已经是变成了世界上第一大的这个 P2P 公司，大概第二大是这个 Leading Club， 第三是这个叫平安。那么我们之前的研究说，你要做的话，可能只能做世界第四大了。那么说明您的问题，是这样，那个大家当然都很在关注这个 P2P 的一些监管政策，可能刚才王长也讲到这个关于这个去担保啊这些问题。那么宜信好像这个媒体的报道也是说，这个他们这种所谓的，我有点记不清了，就是好像是能够直接能够对接到这个投资人的这种贷款的比重也在上升。我个人是觉得这个去担保之后，你可能变成你的规模的发展是变成一个很大的矛盾。那么投资人说，我为什么要把钱给你，然后你又不担保，那然后有风险。您的问题呢？我的问题是这样，就是说关于这一点的这个解决方案是什么，就在宜信或者是各位专家的看法，就这样一个去掉担保以后 P2P 的发展是不是还能够成立，我是有这样一个疑问，谢谢。好，谢谢啊。我想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我们这个两个方面，一个是资金的来源，一个是这个为客户就是投资人提供的这样的一个风险保障的一个机制。那么从资金来源说的话呢，我们这个去到小微企业主还有农户的资金，主要是来源于个人和机构。那么个人的话呢，就是对应到我们这个叫大众富裕阶层，也就是在西方人比较说的叫中产阶级，可投资资产呢是在60万到600万人民币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在中国有1400万，这是我们跟福布斯每年都做这样的一个调查研究。1400万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呢，在中国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人群。按照我们的话说呢，这个中国人爱储蓄，那储蓄呢实际上是一个中国非常大的优势。所以的话呢，就是我们是不缺钱的，这是第一。那第二个的话呢，既然有了这样个人到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对接，我们还要为什么要引入一个机构的模式呢？因为我们就是要把这个高成长性人群服务好，所以呢，我们希望他们的资金来源更为多样化。如果更多样化的资金呢，更能够保证这个投资人可以用借款人可以用各种各样他们自己喜欢的方式，快速的、方便的获得资金。比如说呢，像这个如果通过网络的方式，有一些人他喜欢在网上自己去选择这个他出借的对象，那么这样的话呢，一般来说是一天之内就可以达成这样的一个撮合。那么也有的投资人呢，比如说像我一样哈，就是这个没有像年轻人那么喜欢用手机的话，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他可能会喜欢更多的跟财富管家去沟通，那么呢他可能更喜欢用这种签约的方式来做，而不是用通过PC 端和手机端自我的操作啊，那是资金来源的多样化。那说到去担保呢，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呢宜信一直用的是一个风险储备金这样的一个模式来保证投资人的收益。那么我们风险储备金呢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平台本身收取的服务费服务于两端的客户费对应我们的这个不良，因为肯定我们不能够保证所有的人都还款，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一个完美的状态。那么我们的风险储备金呢是对应我们的不良，这样它自动的计算去提取的。但是我们也在尝试非常多样化的这样的一个保障投资人收益的模式比如说我们昨天在这个万豪酒店跟中国人寿和中行信托一起签订了一个三方的合作协议，我们把保险这样的一个模式引入到机构提供资金来源的这样的一个 P2P 模式当中，就是我们这个宜信在过往的实践当中做的创新的之一诸如这样的创新呢，我们还有很多
我们认为的话呢，引入这样多样化的方式呢，在现阶段更能够保证投资人的收益，更能够使 P2P 这样的一个行业能够稳定的、有序的、健康的去发展，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Well, I think your question highlights a very basic issue, especially in the Chinese markets today. Madam Wang indicated that there are structural problems in lending. I agree with that. We need to be able to differentiate what I would call government policy objectives from basic financial or commercial objectives. But an investor is not necessarily guaranteed a return on an investment product. And that's the point. You need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in products. I think China really has, what China really has, is a pricing problem in lending, which means that we don't price for risk accordingly. And if you want a guaranteed return, you invest in an insurance product. But all investors are not guaranteed returns when they make their investments, and they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risk. And the risk of loss is one of the hallmarks of a very free and liquid capital market. Jing? Yeah, I just want to add a couple of points. I think this has been a very interesting discussion, discussing the intersection of e-finance, internet finance, and traditional banking. One thing we haven't talked so much about is actually online payment, which I think represents the best opportunity in internet finance. If you think about online payment,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e-commerce, the potential is absolutely huge. Everyone knows now China is the single largest e-commerce market in the world. If traditional retail sales are growing at 12%, 13% every year, e-commerce is growing at 3 times that much, maybe 40% a year. So everyone is embracing purchasing products online, and this, of course, requires a very robust online payment system. So if you look at the big internet e-commerce giants, they have really huge customer bases,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They have really robust systems. So I think online payment represents great potential, and I think this is going to be one of the fastest growing areas in internet finance. The last point I want to supplement what Madam Wang said earlier on China's financial reform. She mentioned a whole host of reform programs which are very exciting in the next 5 to 10 years. One thing I want to highlight i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banking sector. Chinese banks are huge in size, but most of their business, I would say 99% of their business, is actually in China today. But China, as we all know, is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Many Chinese companies are going overseas. They're making acquisitions overseas. So Chinese banks will follow. So I would say one of the exciting points that we all need to monitor in the coming several years is that Chinese banks will become more global in their business scope. They will acquire more assets overseas. They will serve overseas customers. They will also serve Chinese companies, which are increasingly going overseas. So glob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banking sector is also a very important trend that we all need to monitor. Thanks for that, Jing. And Professor Wu has a question. 吴清教授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上一个 session 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了，因为中国的银行是垄断的，而且是大量的在挖老百姓的利润，他们自己钱很多，是吧？那么因此，我们刚才提到建立妇女银行，你们这些做金融的，你们觉得我们可以吗？因为我们已经争取了15年，就是不批，是吧？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把钱借给妇女是还款利是最高的，妇女不赌博、不嫖娼、不喝酒，信誉是最高的。所以我是觉得，你们觉得怎么能够促进我们妇女银行的成立？这样呢，能够使得妇女小额贷款或者是什么都有。我另外一个，我觉得银行之间不光是竞争，更多的应该是合作。今后的世界
是人与人之间的更多的合作，所以我觉得人性是最重要的，就是给人提供服务。所以我给大家介绍一本书，就是周有光先生的口述史。他过去是搞金融的，搞银行的，后来呢，他后来就是创造了这个拉丁文字的改革，所以我们用的手机才能跟世界结合。我希望大家都去看那本书，谢谢。我想呼应一下教授说的妇女银行，其实这样的银行在我们宜兴已经有五年了，但是我们不叫妇女银行，我们叫公益理财，它是一个叫宜农贷，它是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呢，让城市的爱心出借人为中国农村的贫困妇女提供这个一万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小额借款，但这个钱他必须要还，还了以后呢，然后他这个钱还可以再出借过更多的贫困妇女，正像教授所说的，在过去的五年当中，没有一个女性不还钱，但是我，对，而且这个没有地域的差别，就是全国所有的地方，女性的信誉都非常好，也是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钱这样的一个公益理财的项目借给男性呢？的确是男性拿了钱他就会去喝酒，他会就去不该去的地方，但是给女性呢，他会更多的说买一头小牛或者买几个蘑菇的小苗，他养大了以后他可以贴补家用，他可以给孩子付上学的学费，他可以到集市上去卖，所以呢这样一个事情我们做的还很小，我们在过去的五年当中帮扶了超过一万名农村贫困妇女，募集到了不超过一亿的，接近一个亿的这样的一个爱心的公益理财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也是为我们出借人提供的很特别的一个公益的理财。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五位嘉宾，请大家用掌声感谢。那么我们的讨论就结束了，谢谢大家。